也装得真人性，一下子从白雪公主成了灰姑娘。虽然他拉上大白羊一起自嘲是白加黑，但谁还记得起他日常发的照片简直白到发光，就算和白种人同框也是不会输的白皮呢。沈梦辰为上位的整容史已经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推送了，请扫描二维码或在微信搜索关注公众号更美就能看到了。但要说只有沈梦辰才这样，真的太冤枉他了。所长找到好多女明星的 PS 前后对比照，一起来看看他们的逆天手艺吧。最近开开心心养胎去的 Angelababy 在上个月出席活动时的照片 PS 前后差别还是相当大的，肤色亮个几度不说，腿还变细变长变直变均匀了，就是形状有些夸张，不过漂亮的脸蛋保持了高度一致。范冰冰的白就不多说了，未 P 的照片能看出皮肤质地差了不少，还有明显的鼻唇沟唇纹，但这些正常人类都会有啦。范冰冰工作室修图的技术 real 厉害，所长提示少做表情可以预防很多皱纹哦。感觉杨幂在 PS 界是一股清流，未 P 的照片透着看香港僵尸片的清白色，这些现场的灯光不够强，让人的气色看起来特别不好，工作室精修的图片就好很多，暖色调的杨幂看起来像个少女，精修下颌轮廓让脸部更加柔和加分。而志玲姐姐的对比照片嘛，修图前的志玲姐姐苹果肌鼓得要爆炸，摄影师放出来的 P 后照真是谢谢您了呢，就不能参考人家自己平时放出来的照片吗？下颌形状都不一样了好吗？